你们觉得我绑头发的技术怎么样？是不是有模有样啊？在五月一号，八频道九点档，我会在一部新剧出现《家人之间》，这一次我会有感情线。喂，你到底绑好了没有啊？哎，我还需要练习，你等一下哦。Please 你啦，这部戏的主角哦是三位同年同月同日出生的兄弟妹，又不是你。你演的只是那个女主角的某任男朋友罢了，观众根本不会管你绑什么头发的好不好？喂喂喂，你不要抓，你吃东西你还抓肮脏嘞！肮脏肮脏，现在是你绑头发还是绑蚂蚁？我里面很痒哎、欸！啊，可以可以可以，我帮你抓，我帮你抓啊！这样可以吗？大力一点啦，先生，你有没有吃饭？你有没有这么大力一点、啊？大力一点、啊，大力 OK， 我大力一点，不可以再问，不要讲话了。臭蛙男！哇！哇什么哇啦？哇！你这是拔我的头的、啊！来，我们拍张照吧。在这么 OK 吗？你觉得还有 OK 过没？那倒是。哎 ，Hello， 我是在练习为我等一下的女朋友绑头发。Please 啦，你觉得有差 啊？我是觉得没有差啦，只要是长头发的女生，你们两个都喜欢。哎，这你就错了，不管是长头发还是短头发，只要我们不脱发，我们都 OK。哎，这你就错了，其实跟发型无关，最重要的是人要美。哎哎，没有没有没有，心要美。我和你说，你今天的对手呢是 Denise， 她是一个大美女。等下你不要看到人家呢，你神魂颠倒哈、哦。哦、oh, ，no， 我是很专业的，就算她再美，美到无可救药，我还是会很专业、很专心的拍戏。最好是了。I know think so。嗨，嗨，陈安姐，陈安姐，哎，想问一下，等一下演我男朋友的演员到了，很不幸是他。哦，嗨。嗨嗨 ，hello， 在干嘛？哦、oh, ，我在绑头发，绑头发。阿姐，我跟你说，她为了这场戏，她 try 了很多 pattern 哦，去学怎么绑那个马尾。你看，差点让我秃头。你看。可是这场戏的重点好像不是要绑头发哎，不需要什么特别设计吧？哦，是因为我不会绑头发，所以呢，我怕等一下会不自然。其实很简单的，我示范给你看。哦，好啊。首先你就这样子把头发扎起来，然后梳一下，梳一下。差不多就可以绑起来好美哦 ！Action！ 你不要再绑了，我们分手吧。为什么？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你根本就不会绑头发，何必勉强呢？你的第一任 Jason， 你嫌他幼稚；第二任学耀，你嫌他口臭；第三任伟业，你嫌他的眉毛很粗，像蜡笔小新一样，很好笑。现在就因为我不会绑头发，绑得太丑，你就要跟我分手。总之，我们是不可能在一起的。忘了我吧。And cut. Good take. Next scene. Wow, brother, 你厉害耶 ！One take wonder.
真的嘞，连我都感动到哦。嗯。哎，干嘛？你眼睛进啥？哎，戏拍完了嘞，回家的路在那边嘞。那边那边。我走不了啦，我已经深陷进去了，心被海卷走了。哎、欸，不知道刚才谁讲话很大声，说我很 professional 的，我是不会爱上他的。你不懂的啦，这是爱的滋味。你才不要让我反胃啊！我看你是天气热到笑了。看什么？你中邪啊？假拉西了，我好像看上你了。喂，我是东哥，我是等你姐。耶，哦，哎 ，brother， I got your back。怎么去？你看，要美，我跟你说，哎，不是我，是心要美。他还没有等我，等他就靠我了。来，叫你过来等一下，太难。我知道你真的很不喜欢他。